坏的叔叔，坏的叔叔。今天是那个小佑，然后他们参加一个社造的活动，那他们代表的是台南市的部街，就是西市场跟文南社区那个部分。那一个是卖布，一个是做布类五金的，所以今天就来简单的记录一下，就是关于他们在社造还有各个不同的社区他们所做的一些活动，在台南市的蓝筛土这里做一个活动的展览跟博览会的概念。我今年跟小佑一起做的案子是台南知识，那我们主要是串联起文南跟西市场。那我们先从文南社区开始讲起好了。其实文南社区它主要就是一些在成衣会用到的布料类，那像品红呢，它本身老板娘就是一个设计师，她非常，她手非常的巧，她非常会做一些关于衣服上的配饰类。华昌拉链行呢，它本身只要说你是台南人，你不管是哪边的拉链坏掉，你都必须到这边来找他们。对，然后主要的话，今天说我们会介绍他们这两个店家，然后跟西市场的这两个店家。哎，所以小佑要介绍嘛，新玫瑰跟新三星。那新玫瑰呢？其实大部分到西市场买布料，其实我们都会到这边买，它的花布非常的多，而且价格非常的公道便宜。那新三星呢，它主要用的布料好像都是内里类跟一些庙宇会用到的花布类的布料，所以欢迎大家到这两个社区采购。专业的师傅来帮我完成这个财富卷